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面对复杂的多货币交易，想要准确计算 unrealized foreign exchange gain loss， 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可能出错。有没有希望有一种神奇的工具，只要轻轻一按，就能够自动完成这些复杂的计算呢？那么 Auto Count Advanced Multi Currency Module 就是你需要的那个魔法工具。这个模块是专为 Auditor 合作 International Trade 的企业设计的，能够帮助你轻松准确地评估未实现的外汇盈亏。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如何，无论你的交易有多复杂， Auto Count Advanced Multi Currency Module 都能够为你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支持。这个模块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自动计算每一张 Sales Invoice 和 Purchase Invoice 的汇率差异，只需要一个按键，你就能得到你需要的所有数据。而且它每个月都会根据最新的 Currency Rate 进行调整，直到你完成 Payment 付款后，你的外汇盈亏就会从未实现变为已实现。不仅如此， Auto Count Advanced Multi Currency Module 还有更多的功能，例如它能够生成详细的 Unrealized Foreign Exchange Gain Loss 报告，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你的财务状况。它也能够帮助你更有效地准备 audit， 使你的 financial report 更加透明和准确。总的来说， Auto Count Advanced Multi Currency Module 就是一个帮助你轻松应对多货币交易、快速准确计算 unrealized foreign exchange gain loss 的强大工具。有了它，你不再需要为复杂的计算而烦恼，你的 financial report 也能更加准确、更加有力。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财务管理更上一层楼，就让 Auto Count Advanced Multi Currency Module 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吧。 Auto Count 祝您企业更上一层楼。